这个是豆乳味化，老铁们，我这一箱是21个，它正常是400克，9.9块一箱。这个味化，我吃了2个，就特别不像巧克力味化那么腻。而且我打开给你们看啊，它这个邮过来以后，它不会就全碎了那种，看到没？里面是夹汁的，9.9一箱，视频底下有链接。这玩意儿好吃又顶饱，独立包装，方便携带。